今天入新处。我们上个月从美国进口的卡塔定绵羊终于解禁啦。那我们总共进口了34只，32只母羊跟2只公羊，然后在当地动植物防疫检疫局巴哈的严格控管之下，他们今天终于同意让我们移羊到我们上面的羊舍。然后他们从美国来，在那边很冷，所以他们现在身上的毛很多。哇，现在贝里斯在干季，超热，上次还39度，看他们真的超辛苦的。接下来呢，他们还要再训练一个月，才会跟着一般的羊群一起出去放牧。除了一般的草跟饲料之外，我们也有另外补充干草，补足他们的流味的填充度。去年我们也是从美国进口的卡拉丁绵羊呢，有4只母羊跟2只公羊，他们下一代的表现也都很好。所以这一批我们也非常可以期待，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